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66集啊，666啊。昨天呢是6月28号 ,SS102 号呢在台南的南法梦时代广场正式开卖。那我也第一时间呢去买了几盒啊，当然也包括一些是代购的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做这一款的分享。首先的话呢，我昨天在上午去的这个首卖会，下午呢我去看了第二次的第七集。我前几个礼拜看完之后呢，我给了一个评价，就是说啊，推荐大家去看啊。那我看了第二遍之后呢，我觉得我要收回那句话，我应该把它改成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啊。第二次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比第一次更加的过瘾啊，很难得有这样子的体验啊。机器人打架真的拳拳到肉，非常的爽快。102号呢，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你要弄大黄蜂的这个系列的包装盒啊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呢。通常侧边是角色的特写的一个画面，这边呢只能看到全身。通常这一个部分呢会印在这里了啊。一般来说了啊，不多说，我们先拿38号跟它做个对比啊。体型的话呢，可以说缩了一圈啊，这个比较胖，这个整个是精实了起来。肩膀的高度是一样高，但是四肢比例来说已经是完全不同了。侧边来看呢比较接近啊，背后来看的话呢，我觉得吧，其实这一次的102号我觉得比较优秀，细节各方面来说，当然可能本身电影里头它有一个要兼顾到一个还原度，那他们自己跟自己电影里的还原度像不像，大家自己去做比较了啊。那我自己摸起来看起来的感觉的话呢，我是会比较喜欢102号，因为它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。那我们就顺便再拿出这个最原始最早这个，当然这是复刻版的 OP 啊。你看历经了从1984年开始吧啊，到现在2023年了、啊、已经将近要40年了啊。这个 Atomos Prime 这个形象的一个演变呢、啊、依旧是一个红蓝配色啊，一个高大雄壮啊卡车作为载具形态的一个机器人。在电影第七集里头呢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下为什么我昨天觉得它特别好看呢，因为我一直在享受他的配音员彼得·克伦的声音啊，这一次我比较专注在他的一个暴躁的性格上，然后去倾听这位资深的老配音员的声音。我只能说，如果我对变形金刚真人电影还只能许一个心愿的话，那我这个心愿就是毫无疑问，我希望下一集他的配音员依然是彼得·克伦啊。如果换了一个人，那这部电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好了。那这个难得听到老爷子这种比较暴躁的这种情绪的 OP 啊，这款玩具啊，基本上人形状态下呢，我觉得吧，没有什么破绽可言了啊。即便它的后面这个背包虽然这么大，但是它的腰身都还能够露出来。那腿的话，其实看不出有什么偷脚，至少一些零件的覆盖都是相当 OK 的。轮胎呢，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做一个转动。配备的话呢，是一把刀，刀的话呢可以插在侧边，这里有个洞啊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握持在手上。啊，如果你都不要的话呢，也是可以把它背在后面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就不需要了，我们就把它插在它的这个手上吧。握的时候呢，是握成这样子。那另外则是一个小手帕，这个手帕是稍微有点小啊，这么小，难怪人家金刚不怕你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安插的时候就这样扣上去就行了。那如果不喜欢它的话呢，就取下来。那它一样是有一个，这里一样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吧，我记得是在后面哪个地方可以扣，这里啊，这样子扣上去啊，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小背包的零件。那这个手的话呢，从内部给翻出来就行了。但这个手啊，我感觉吧，它就翻出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需要用一点工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手有时候会卡到啊。然后这里把它扣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的胸口的话呢，应该是有一个 V 型啊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合进去，这是极限的啊。然后头部呢，头雕也算好看了啊。球形关节，手部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开口可以往上举啊，烟囱打到头，额头肌可以转动。手臂的话呢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，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，腰身可以转动。那裙甲、侧裙甲可以打开，脚往前踢的时候呢，这个裙甲呢是不能动，但是它多了一处的关节在这里啊，你看啊，这整个是可以这样把它给多转出一个关节，哎，所以它可以回避掉那个裙甲，做出一个向前踢的一个动作。膝盖呢弯超过于90度，脚踝内外都可以转啊，算是相当不赖的一个可动啊。那整个人物的话，你要做出一个奔跑啊冲刺啊跳跃啊紧急刹车啊。对了，说到这个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电影里头呢，他们
在车形态下呢，高速的奔驰，然后变形成机械的时候呢，一脚踩在地上呢，把公路踩碎，然后还往前滑哦，喷出石头的那个，这种画面就像电影第一集的这个 Bone Crusher 呢，跟 Atomic Spy 在高速公路上面对决的那个，那种感觉我就很喜欢的。那因为这次电影里头呢，这种镜头还挺多的，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。那爱屋及乌呢，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，自然而然我的分数也都会打得比较高了。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SS102 号的变形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把拳头给收进去吧，这样子拳头非常收纳是非常简单的啊，你推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后面这个背包给打开，然后呢我建议吧，把这个啊，这里先讲这里好了，这块灰色部件呢，要整个往下面推下去90度。它的一个推法比较省力的做法呢，是把它推上来之后，再这样子转下来，哎，这样是最省力的。如果你要直接去掰这个呢，把它掰90度啊，你要直接这样子掰它90度是做不到的，要先把它推上来，利用这个杠杆的一个原理呢，才能够把它给掰到后面去啊。它本来是缺口是朝上嘛，现在朝后了。好，先把这个地方给掰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头啊，这个地方给打开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比较狭小啊，这里就把它给弄开来。奇怪啊，平常手指头伸一下都进去，为什么今天伸不进去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突然变大了吗？来来来，这个，然后这块部件翻起来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，这样盖住，然后整个给往下翻，转进去，再把这个部件盖起来，头不要转180度啊，转180度就扣不上去了啊，到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整个上半身给往前面推过来，到这边之后的话呢，有一个腰转，这个腰转的话呢，在电影里头应该是有出现的，所以它这个变形我真的个人感觉是比较喜欢的。然后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把轮胎往外翻出去，这个部件呢往内推进来，到这边。好，然后胳膊的话呢，它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情况下呢，我们先把原本覆盖在小臂上的部件通通都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它是手臂是反折的，反折过来，然后到这里，把它一样啊，这个是标准非常经典的这个卡车形态的 Atomic Spy 的一个手部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把它给塞到侧边这里面，塞进去啊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灰色的凸，等一下跟前面这个做一个结合。那侧边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先把手，它手本来是这样折嘛，我们这个时候把它这些部件都给打开，然后翻转过来之后反折。好，到这边，好，把它给推进去，把它给推进去。这个手干涉到了，到这里，好，好，给推进去。那推进来之后啊，奇怪，是不是差了一点什么？我是不是哪里变得有点歪，对吧？今天心术不正吗？好，都推进去了。再来的话呢，上面有一个这个灰色的板子往内翻进去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对灰色的凹，要记得把它给扣上。那两边的话呢，稍微这样子合起来一起扣下去啊，不要先扣单边，先扣单边的话，另外一边可能会被挤压到推不进去啊。然后侧边这里奇怪出了什么事吗？今天哎好，然后呢前后这里把它捏进去，这个捏这里要稍微用一点力啊，这样子把它给掐住。好，那么车头的部分就算是变完，那脚的部分比较简单啊，脚的部分是这个地方变三处，这个地方推上去，这里有个部件，这里把它往上转上去，这个时候呢腾出空间这里了，我们把脚斜45度，然后这里有个灰色的凸对蓝色的洞在里头，这样把它给卡进去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给往上推上去，往内进来，到这边把它给扣上。那最后就是两边这里做一个结合，哎不对，这一片部件啊还记得要往前推，然后呢两个凸跟凹才能做一个结合。那这里也是我当时是没有看说明书盲变，然后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开箱，我还一直在想到这个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变到侧边，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啊。它就是推下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个蓝色的凸啊对灰色的洞啊，然后这里一样是灰色的凸对蓝色的洞啊，就我的凸对你的凹，你的凹对我的凸，然后这样谁也不相欠，对吧？好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给扣进去啊。对了，有个东西啊，
这个武器要先收进去，武器收法是在这里，把它扣到这边，它中间有一个凸，然后呢这里有个凹，有个凹槽，就是要把这个蓝色这个凸靠在这里，这样子扣上去到这边，好的，好了，把它组合起来，啊，这个地方差点忘记了，最后就把它的这个扣上去啊，到这边，这里先扣这里去，好，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它本身是怎么说？它的后轮呢、啊，这个地方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高度，调整的好的话呢，才能够全部的去着地。好像差了点啊，不过无所谓，推车是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还有一块配件，这个地方把它扣在这里，以及呢有一处呢很容易忘记啊，这个地方要扣上去。应该说这个油箱啊，其实很容易去不小心又把它按下去了，就是侧边这里要扣，然后这个地方要翻出来，但这里碰一下就进去了啊，这个是让人比较恼火的一个设计。还有最后的这个 Autobot 这个标志，把它翻下来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款 SS102 号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很多人抱怨它的后面非常的难看啊、如果说它是外星的卡车就不会觉得很难看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跟电影里头这个后面整个是空的嘛，它这个绝对是它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缺点了。但是由于它的型号是销这样了啊，我们姑且还可以当成它有一个速度的一个效果，好吧？就反正我喜欢电影嘛，那玩具我们就给它各种包容。那车头的话呢，这里在电影里头出现过很多次的一个特写，但这里的话因为太细小了，也就没有做出相应的细节。它有一个雨刷的刻画哦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上方的银漆啊，这个遮阳板侧边。好，那这个博派标志的话本来是有的啊，这样翻下来啊就不见了。侧边的这个油桶啊什么的，轮胎的话呢细致啊，然后还有银漆，前轮有上铆钉啊，所以比较 OK 一点点。那么呢整体来说啊，就是车的尾巴啊比较烂，那变形算有趣，人形做的相当可以，整体来说我觉得是一款还不赖有在 SS 表现上的一款玩具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